我是蒋慧，带你找宝贝。本周要教大家的这个是，你在躲下线啊？让我们看一下演奏示范。好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！这个就本周的这个教学，我们评委的名句，你是在大虾虾了哦，你是在大声沙拉啊。那如果你们还有想学的啊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那我会慢慢的陆续补完这样。重点就是在发扬我们的吉他的这个文化，希望能让大家能从这个生活中学习吉他。我是蒋护卫，欢迎分享加订阅，咱们下周见，拜拜。